我儿子能碰着了，我儿子能碰着的。4点钟到5点钟，我富人家九名群众，这3天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过。这个地方30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也不是我们烈日的地质滑坡点。前天晚上在太白湖，我们也是从来没有过。太白湖下了170多毫米，也是从来没有过。太白湖一晚上涨了将近1米的水。救援力量早晨有一部分已经过去了，它是绕道过去了。山体滑坡处进行勘测，查看是否有二次坍塌的危险。5000多点的是吧，下头啊好狠，不管多苦。